是王子鸟，像是在铜锣的状态。系对故乡有当纯嘅感情，系反思下客家史，因为无客家话就无客家人。我还记得细细嘅时节，长长嘅田阳，流黑黑嘅木坎；我还记得发发嘅荷塘，鼻上鼻下嘅火焰虫，流人气嘅出把戏。我还记得池边啪啪嘅河坝，梯梯嘅石头。到表上表下的下拱楼下嘛，我还记得冬天太麻条的火茶炉，老落落的雪谷土顶笋呢，专门家带来好食的电炉老糍粑，我还记得悠悠的竹篱笆，个个的洛阳酥，贵庄人穷下了了打在鼓，是点罗皮板番薯墙的下珠。这些个时节，我卡当健身，故说爱当欢喜买书、读书，因为受到母女运动的影响，我开始创作内容，写家乡、写生活、写史诗。唔记得么？也许是就会呈现铜锣上下的长山绿水，从日石头到暗夜，老人。这年呢，是一种都市人体会不到的黑藏的吃菜生活。